除了地下名义说我完成三个考验，前辈会允诺我一个要求，令得伊如此推崇，这名前辈绝非凡响。如果真有这个机会，我该提出什么要求？无之间泄露固然重要，但苗疆也是一代温柔，要近来武林上的灭门血案也需迫切解决。我到底该如何做才好？清风起，朱秀东，银蝶归宫中，一道飘扬的身影缓缓前来。阿爸前来的神秘地者，究竟会对俏如来带来何种的影响？三道考验，一个要求，俏如来又将做下何种的决定？危机，危机，危机！苗疆灭下苏彦文之手，文宏切动还珠楼欲杀苏彦文，苏彦文能躲过这场生死危机吗？极端，极端，极端！雪爷刀者对上幽灵魔都，刀者的目的究竟为何？灭龙如何面对这场极端之战？是风刀怪的救局，是面临危暴的宫本忠司，会变成一场大开杀戒，或是无法预测的意外之局。一连串的神秘危机极端，欲知精彩结果，请继续观赏《金光宝地戏·天地黄昏录之九龙变》第五集。前辈，无名无风，驾雾灭苍离。